始啦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Sonia。Sonia 你好，你今天好吗？今天过得好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在哪儿了哈？你告诉我们这个地方。在一个算是抗美援朝的一个纪念公园。这是一个位于黄金海岸市中心的一个叫做朝鲜战争纪念公园。我们的对面是一条河，河对面是有好多人家，是吧？这会儿天气有点阴天了啊，好热呀这两天。你觉得这两天热吗？我觉得这两天也挺热的。我觉得这两天是一年中黄金海岸最热的几天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，你知道汤加那个汤加不是昨天，前两天，然后汤加在火山爆发引起海啸，是不是因为那个火山爆发呀？这个天气。然后咱们这还下大暴雨了，那天晚上，哦，我的天哪，那大暴雨下的，打雷打的，太害怕了。对，可能跟那个有关系哈。哎呀，太热了，闷热。这风景真不错，这儿特别安静。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这公园，有时候我们还上这儿来烧烤呢哈。这个Surfers Paradise 冲浪者天堂是黄金海岸最热闹的地方。也是最繁华的游客呀，最集中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个公园呢就是在这个 Surfers Paradise 中心，就算是闹中取静的一个公园，出奇的安静。但是外面呢，就是出奇的热闹，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而且这儿的温度呢，比外面呢，大概要低那么3-4度。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树林。我的身后呢就是一条河，然后呢我取一下景，看看这条河非常美丽。会在这儿钓鱼？对，对面的有很多的人家，水上人家。这河里的鱼挺肥的。嗯。然后呢，一会儿可能就有船从这里头，小艇就从这里头出来，有很多的水上人家呢都有自家的游艇。前两天，连续下雨，然后这个水河水都涨到岸上来了，没过了这个堤岸了。对。先退下去。所以这点非常好，风水也好，也非常的舒服。我喜欢这个公园。是啊。闹中取静，特别好。有时候在这儿一坐就是一下午，然后。每次来以前都有一只天鹅，黑天鹅一只，然后它一看到我们来以后，它就会从河上游上来，上岸来找我们玩，就一只天鹅看得特别可爱，但它感觉它很孤独的样子。这个公园呢，到了晚上呢，就有一些流浪汉在这儿住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儿一个小棚子，这儿有椅子，这是他们的家。但是呢，流浪汉呢和普通的游客呢很友好相处。白天呢，这些流浪汉就不在这儿待着了，他们只是晚上上这儿来睡觉来，然后非常和谐了，也非常的安全，没有出现任何事情，相安无事。对。然后呢，都是一些弱势群体，但是人呢却非常好，也很友善，主动有时聊聊天打打招呼啊。我觉得他们素质还挺高的。哎，素质还挺高。然后因为他们平时他们的衣服他们都会把那个收起来，然后把那儿凉棚干干净净的，然后还给游客，然后晚上他们再把自己的东西拉出来，然后放到这儿，然后睡觉啊吃饭，那边有烧烤炉，他们可以在这儿做饭。我觉得真是挺感觉还挺和谐的。那是很和谐。然后呢，他们每个星期呢有政府补助金，每个星期大概有200多超过200澳元吧，大概每周200澳元这个补助金，和人民币大概1000元。哎，够吃了。够喝了。对。够吃肉了，购买矿泉水，然后烟可能差一点，因为这里说到这个物价，我们可以谈谈澳洲的物价。然后一包烟呢，这里呢大概是29块钱一包，29块钱、30块钱，20支装，然后大概和人民币100元，这个是最便宜的了啊，最便宜的烟了，因为澳洲的烟好像是最贵的，税高。
烟税太高。然后呢，澳洲呢，任何的人进入澳洲不得携带任何的香烟，一支也不可以进入。说到矿泉水呢，就便宜了。然后我们从超市买的矿泉水大概1.5升，大概不到9毛钱，1.5升，9毛澳币，大概和人民币4.5块吧。然后其他吃的东西还是不错的。今天的汽油呢是最贵的，基本上都是1.86块每升，1.86块。那个是一点，那是95号、97号，咱们国内一站。应该是九十五号汽油。95号汽油是吧？九十五号汽油。然后这里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几号的？91吗？92是吗？92大概是1.6块多，现在不是，1.6块多，是有的是卖1.62块，少部分卖1.6块多，大部分都光卖1.86块，1.86块。无铅汽油吗？对，就是无铅汽油。那么呢，1.86块乘以5是多少啊？9块多一升，但是过不了一个月又会降到1.49块一升了。这个这儿的汽油都是一段时间突然涨上去，然后再慢慢降下来，然后平缓一段时间再涨上去。但是去年这个时候，去年前年这个时候汽油很低啊。1.2毛几，有9毛几。我们最低的时候是9毛多。9毛多。对。然后。这两天呢，就是说我们普遍感觉物价在上涨，尤其超市里面物价涨的是比较，尤其是那种成品涨的比较，比如说打个比方，比如说虾呀、肉加工过的虾呀，还有肉类啊，涨的都是比较多的。但是面粉，普通面粉1.8元，1.8块两公斤，还是1.8块两公斤，没有变，这个没有变。然后橘子水还是橘子汁儿，还是鲜榨橘汁，还是2.15块每两升，这些还没有。生活对，基本它不会涨得很厉害。对，还是没有。就是、汽油主要是还是油。汽油超市，但是其他也你能感觉到涨了，但是有的幅度大点，有的幅度小点，还是涨了。比如说奶粉从5.8块涨到8块。咱们那个牛奶。2升的、那个、牛奶是啊，牛奶现在卖2.6块，两升一桶是2.6块，然后去年同期是2.39块，前年同期好像就是2块。2块，对，它涨得比较多，因为那个奶牛奶农，确实运输成本，奶农确实不赚钱现在。其实这就是目前的现在，白糖没有涨，盐没有涨，其他。蔬菜没有涨，蔬菜它对，差不多都是那样。鸡蛋也还行。鸡蛋也没有涨，鸡蛋，但是超市里 Volvo 或者 Coles 鸡蛋涨了，但普通地方的鸡蛋也没有涨。物价还是很平稳。然后房租是涨价最厉害的，房价涨价是最厉害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坐标是黄金海岸。有涨了20%吧，跟两年前不止是吗？是吧？黄金海岸，整个澳大利亚的房产是从去年全球，因为全球好像房产都在涨，澳大利亚也是涨得非常厉害。但涨得最多的，按理来说应该是悉尼、墨尔本嘛，但是不是，是昆士兰州。昆士兰州的房产现在领先于那两个州，然后。昆州的房地产呢，又以黄金海岸和布里斯班，可能布里斯班是最高的，然后其次是黄金海岸市。而且像黄金海岸有一个称号叫什么“有钱人的后花园”，是不是很多海外的人士也是在这边来投资来买房？然后有一些有钱的一些明星啊什么的，他们很多据说也是在这边来买房，因为这边。气候也好啊，风景也好，你想阳光之州，一年365天，300天的大晴天，然后下雨也就那么几天，然后冬天又不冷，夏天要热也不是很热。我说这两天热，可能就因为其他的什么气候原因，但平常真的很舒服。阳光、沙滩，特别惬意，然后生活又不是那么人们不是那么像大城市那种。特别竞争激烈哈，然后每个人都忙不停，这儿的人
生活还是很悠闲的。对。然后假期基本上就是出去划船、钓鱼。这边黄天寒的那个河，据说这儿的河流比是威尼斯的，它的运河特别多嘛，然后是威尼斯运河的9倍。嗯。这是一个水上城市，嗯、你看不出来。对。确实是一个水上城市。黄金海岸是世界上好像运河总室内运河室内河道最长的城市，好像是。所以它的环境也好，干净，然后土地面积，每一家像这种房子对面，你看我们对面那个面积都挺大的，然后都有码头，这是靠水的房子。就挺舒服的呀。所以这边的房价，黄金海岸的房价涨得挺高。然后租金也是涨得挺厉害的，对，租金是涨得最多的。然后但是在这里呢涨价，但是工作呢是好找，现在好找了，因为疫情期间嘛，很多空缺，平常就是想办法挣些钱，怎么着都能挣些钱，你只要想挣就能挣些钱，对吗？比如说索尼啊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呀？画画，在创作你的画是吧？这个画什么画啊？给讲一讲。油漆画，尤其是画澳大利亚的风景。他喜欢。哦，丙烯画画澳大利亚风景。他把一些澳洲，比如说像乌鲁鲁，然后悉尼海港大桥，然后黄金海岸 Surfers Paradise， 还有黄金海岸的著名的一些景点，然后他都把它画到自己的作品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。反正自己在家哈，风景画，咱们对是吧？然后把它卖掉，大概尺寸多大呀？23×20吧。厘米是吗？对。嗯。下次有机会你把你的画带来让大家看一看吧。对。然后呢，是在哪里出售啊？刚出售。在网络上，澳洲的一个网 internet 来出售。非常好，锻炼锻炼，他挺有想法。很有想法，把澳洲的一些风景是吧，尤其黄金海岸地区昆士兰的风景画在用丙烯画成丙烯画，然后呢来出售，让人了解澳洲，了解昆士兰，了解黄金海岸。他成了黄金海岸，成了澳洲旅游的义务宣传员。挺好，挺好。是啊，疫情嘛来了，大家过得都很低调，然后尽量避免跟其他人接触。一般出去呢也是在很空旷的地方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待在这个地方，对吗？很空旷，这么大的公园好像就我们三个人，我也没有看到有其他的人。就是那边有有一个工人，有一个工人，是一个工人在工人。然后，对啊，大家疫情期间嘛，避免接触。然后呢，如果迎面来了人，大家都主动的拉开距离，然后彼此点一下头啊，微笑一下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远远的打个招呼，远远打个招呼，然后尽量错开距离。现在就是非常时期嘛，今天呢感染人数是19900多人，又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。昆士兰州19900多人，而且那个昨天新闻发布会，昆州的那个首席医疗官说，黄金海岸这未来的一个星期可能会达到顶峰。然后顶峰以后可能就会好一些，我们希望是这样吧。赶紧结束，希望是这样吧，好吗？成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再见。OK， 拜拜。